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接着看这一首颂的后面三句啊，一心一切大人法，这一句话好啊，并不是我们呢只学习这个基本的法啊，这个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啊，那是基础，那是根啊，非常重要。那么有了这个根呢，你就可以向上提升了，哎，就行一切大人法。大人是佛陀，是菩萨。啊，大人法了，无量无边呐。佛法里面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啊，每一个法门都能成佛、成菩萨，啊，所以大人法的范围也太广大了。怎么个修法呢？一定要记住，学习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戒、定、慧三学。那这个历史啊，可就久了，不止五千年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十方三世，一切菩萨，一切诸佛如来，通通用这个方法，啊，那要讲时间呢，那叫无量劫，啊，要讲这个空间的时候。那是变法界虚空界呀，那你就得注意了。你说我不要戒定慧，我另外想个办法，你去试试看，看能不能成就。啊，这个方法是一切诸佛如来所应用的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而戒里面的根本戒五条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啊，这个五条又称之为根本戒啊，十方三世佛通通都要学习的，而且都做得圆圆满满，他才能成就啊。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个疏忽了，你怎么会有成就？啊，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啊，也很细心的观察了，去反省了，为什么无戒做不到，十善没做到？十善要能做到啊，无戒就很容易做到啊。诸位要晓得，十善不是戒律啊，那是世间的善法啊。修十善跟修无戒果报不一样，十善能得福报，无戒得清净心，不相同啊。虽然名目相同，境界不一样，修行的方法不一样
啊，这个里头也是大学问呐、啊。啊，这一切大人法，你不必学多，你只要学一样，一样学成功了，一切大人法全都得到了。这个法子太妙了，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人求学，你在大学里面你只学一个科系，四年毕业了，你只懂得这一个科系的学术技能，另外一个学习的你就一窍不通啊！你学业是业，你不能够通一切法啊！圣学不一样啊！圣学呢，所以是一经通呢，一切经通，一个法通了，一切法都通了啊！你为什么？这什么道理？因为一切法了都是自性变现的。什么叫通呢？通是见性啊，明心见性啊。没有到见性啊，你就不能通达了啊。所以只要是佛法啊，他的终极的目标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径，可是门门都是通达明心见性。所以你只要一见性吧，全八万四千法全通了。道理在此地啊，好像我们这样一个圆啊，圆四周，这个周边呢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个法门呢都通到圆心，你什么时候到圆心，到达圆心了，全通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基本的德行有了你才能修，没有这个基本你也没有办法修啊。不但没有办法修了，我刚才给大家讲了，你根本就不懂啊，你天天听经没听懂，没听懂，为什么？听懂就悟了啊，懂一点点小悟，懂得多一点大悟啊，它有悟处，这你真听懂了啊。为什么不悟呢？自己的心跟这个道跟这个法不相应，道是清净的法，是与性德相应的，那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我们烦恼习气很重，这是自然的障碍啊，就是佛讲的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这是怎么个说法呢？你天天听佛讲经说法，以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你自性里面的德能你就不能证得，不但不能证得，
烦恼习气重的，你不能体会，体会是悟。我们讲的解悟啊，你能够体会得到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证得，那才管用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不肯放下很糟糕啊！啊，这个障碍谁造成的？自己造成的，啊，决定不是别人。啊，别人没有能力造成你的障碍，啊，所有一些障碍都是你自发的，你自己迷惑，你自己颠倒，你自己分别执着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所以有了基本功了，啊，把这个做人的道理真正做好了，你只要有这三样东西。啊，有《弟子规》，有《感应篇》，有《十善业》，做到了，那是你自己的啊！啊，是你自己自信里面的《弟子规》，是你自信里面的《感应篇》，自信里面的《十善业道》，然后，啊，这个圣教里面，你只要学一门。啊，一部经一部论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的大人法，啊，一切皆一，一界一切，啊，你只要学一门，一门里面呢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三昧呀，你在里面得三昧了，三昧是什么？你像我们学无量寿经，入念佛三昧，你学无量寿经得念佛三昧，学华严经得华严三昧啊，这管用了啊！三昧起作用就是智慧，大彻大悟啊！啊，不过这个三昧有前身不同啊，前烦恼没有了啊，心开意解，三昧功夫深了，就开悟了，这样豁然大悟。这一悟什么？一悟就是一切法全通了。不但是佛法全通了，这个八万四千法门通了，无量法门通了，所有一切世间法你也通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事出世间通通是心现识变，你见了真心呢，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？啊，要不要学呢？不要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行，学了十二年，统统丢掉，没用。这个意思很深呐，不是学来的，是放下得来的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要不要收集很多学习的资料？不需要。如果收集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呢，做一个图书馆给别人做参考，戒淫大众啊，这是好事情，这是功德啊。如果学习收那么多，我自己来学习，那就上当了，错了啊。学怎么样呢？一门，就是一门你转，你一天到晚想的时候就是一样东西，这样你才能得定，你才能开慧啊！同时学个两样三样，不能成就
所以我早年跟李老师，李老师给我说明这个道理啊，告诉我不可以同时修两样啊，同时修两样是你的这个精神分散了，我们讲分心啊，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，你分心啊，这个散乱上，散乱就没有定了。你看禅定就对治散乱的啊，散乱心学世间法都学不好，怎么能学道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所以这个道理现在人是知道的少啊，啊，都喜欢做通家，样样都通，样样都学，结果是样样都不通啊！我能够得这么一点受用，得老师教诲啊！啊，我在台中十年，十年学五部经啊，五部经不是同时学，一步一步啊，老师是绝对不许可你同时学两样东西啊。他每个星期是讲几样东西，我们都可以听，听怎么样呢？不学啊，学只学经，整个精神灌注在这一部经上啊，听老师所讲的，听听常识啊，有时候这个常识啊，哎，可以在这个经上发挥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真正会学，真正想成就也门啊，如果自己根力啊，这个根力啊，就是记忆力好，理解力好，你可以学大部经。如果我的记忆力啊不好，理解也很差，学小部经啊，这个经确实有浅深不一样啊，总的由浅而深啊，求学嘛有次第嘛啊。你看看我在李老师麾下，我第一步学的阿难问世佛偈雄经，你看很短也很浅啊，初学嘛，从这入门嘛啊。第二步学的是阿弥陀经啊，阿弥陀经虽然很深，但是你看起来呀不难懂啊，浅的人看得浅，深的人看得深啊。我第三步学的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就是一般流通本啊，四十华严最后的一卷啊，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，学了这么一个课程啊。这个课程不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而是当时遇到我们两个同学朱飞居士夫妻两个，他们两个人呢选到这一部经啊学讲啊，他在台中搞了一个菩提
杂志啊，他是主编。那么同时呢，他在那里开了一个佛经流通处啊，经营一个书店，所以工作很忙啊。原来以为这个很好讲，结果一上台的时候觉得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两个人找我，要我帮他写讲稿啊，一个星期8000字啊。我也很喜欢这部经，我说好，我来写啊。所以讲稿是我写的，他们两个上台就讲啊，所以我也就认真学习了这部经啊，一个星期啊写8000字啊。而且这8000字的时候啊，差不多2天要完成，完成之后这个稿子我自己至少要改2遍啊，1天改1遍要花2天，就是4天时间交给他去准备啊。他还要准备啊，至少也要用2天时间去准备啊，哎，在1天上台就讲，这很辛苦啊。啊，写讲稿的时候真的心里就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。这个星期讲稿给他了，我马上要写底下一个星期的，大概他这一部经好像讲了10次。第四部那是我练习讲的《金刚经》啊。第五部这慢慢的再选那个大的比较有深度的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啊。所以你就晓得由浅而深啊，步头是由小而大了。我在台中10年啊，那么这几部经呢，如果是在一般佛学院里面，1年就学完了我在台中跟老师要10年。所以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你才能起入啊，真的学到东西了啊。所以在这里我是一再强调扎根重要。我们现在根从小没学，现在要补习啊，如果没有这个根，学教顶多学一点皮毛常识没用处，而且学教的时候会常常把经教讲错，那个因果责任很重。如果念佛没有这个根，给诸位说你不能往生，我跟你讲的话句句都是真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。佛经上一展开，善男子善女人是以十善业道为标准，啊，而十善业道的基础确确实实就是弟子规跟感应篇，这2样东西学好了，十善业道就有了。
否则的话你想学十善业道经没用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做不到，不但你做不到，你根本就不懂啊。虽然是这十条，这十条的里面的理论境界非常深广，你没法子体会啊。然后你才真正懂得啊，中国人接受了大乘佛法，在2000年当中出家在家那么多人成就的什么原因啊？中国家教的底蕴太好了。那佛的这些弟子传教是向四面八方传，可是大概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到100年就没有了，有些地方200-300年没有了，有些地方600-700年没有了，只有在中国，真是生根茁壮开花结果啊。亚洲这边韩国的佛教、日本的佛教、越南的佛教啊，统统是中国传过去的。啊，那你要为什么现在我们非常清楚、非常明白？更好啊！啊，中国传统这个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的根太好了。啊，我们如果是没有这三个根，你就没法子修。啊，所以真正想学呢，那要你认真去补习啊，认真努力把弟子规360句啊，一句三个字，你真正要做到。你把这个做到了，再学习感应篇，然后你去看十善业道，你就能看得懂，你就有慧心之处，啊，你看了会生欢喜心，啊，有这个根基，你在学大人法，啊，菩萨法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这个太重要了，疏忽不得啊！疏忽是搞佛学可以，学佛你是没有分啊。大乘法里面有世间法，有出世间法啊，这个要认识清楚啊。事法出事法都能开悟，为什么呢？只要定下来就开悟了，而且一切法真的是通的啊。你悟了之后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没悟之前，哪一法是佛法？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，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所谓是法佛法在人呢，不是法了，法没有是法佛法，人有啊！啊，这个我们现在搞得很清楚啊！只要你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一切法就叫世间法；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就在我们这一品下面通通都讲到啊。所以确确实实无方大用啊。
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包容在里头啊，啊，你才看出它的妙处啊。那哦，下头这一句说明了，你看，住心恨灯心无语，这句包含了，这个心什么世间法啊？我们现在所讲的，在中国的道教啊，那个灯有儒教，包括在里面呢。啊，现在我们如果把范围扩展到全世界，全世界里面所有的宗教学派就全都在这一句里头，是无余啊，通通包括啦。一心一切大乘法，一心住心恨等啊，为什么呢？一通一切都通了嘛。你想不想一切都通？想一切都通，你一定要照这个方法。照这个方法是持戒，一心学习是三昧啊，一心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啊，一悟就全通达。这不能不知道啊，秘诀啊。世间还有哪一桩事情能超过这个？没有了，找不到了啊。想不想学？想学，从弟子规入门啊，这是持戒啊。也就是为什么从前人不从弟子规入门？从前人从一出生就学了啊，确确实实弟子规感应篇从小学的，并没有教科书。他怎么学的？父母教他的，大人教他的啊。感应篇怎么学的？城隍庙教他的中国传统古典的文艺表演教他的中国从前啊，学校不普及啊，啊，教化人民用什么？就是民间艺术啊，戏剧、歌舞啊，所以小调啊，里面的内容都是讲因果报应啊，都是讲忠孝节义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，通通表演这些啊。所以你去看歌舞的表演，去听唱戏的啊，还有在从前说书很普遍啊，说大鼓书的，我们小时候很喜欢这些啊，下了课有时候还有点时间到茶馆里面去，哎，坐在旁边听听说大姑叔，大姑叔讲故事啊，通通不离开因果报应。所以民间艺术是最好的教育，寓教于乐 啊，我们这些基本东西是这样学来的。尤其是啊，父母老师
做我们的好榜样啊！啊，他们能做到啊！啊，跟着大人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啊，你看给老人拜年，啊，给长辈拜年，啊，我们跟着父母一起，就从小就学会了。啊，那些礼节里面，《弟子规》里都有啊。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农村的小孩过的是社会生活，啊，为什么？不但是邻居小朋友都在一起玩呢，远远几个村庄都把他要来。哎，一起玩，所以总有十几个啊。那就根深。那现在这种社会，即使在学校里面，也没有我们童年那种活泼。那样的快乐啊，我们能学到东西，现在人都学不到了。现在的书本知识啊，换句话说，没有生活教育啊。生活教育是活活泼泼的啊，伦理道德因果全在生活当中。啊，自自然然的熏习在这扎的根啊，懂得孝亲，懂得报恩，知恩报恩呐、啊，懂得尊敬别人，懂得为别人服务为自己的心少啊，为别人的心多啊。这是从小培养出来的。现代的社会不一样啊，现在社会是所谓自我本位主义，是为自己的利益想得多，为别人几乎不想了。这还得了？那么起心动念一定是损人利己。那我们从小培养出来的是起心动念如何帮助别人，如何照顾别人啊，都受这个教育好啊，人人都关心别人，我关心别人，别人关心我啊，这个互助的力量太大了。自私自利很可怜，到你有灾难的时候，没有人帮助你啊！哎，你平常不肯帮助别人，谁帮助你啊？你不尊重别人，谁尊重你啊？不一样啊！这是我们亲身这一生所经历的。那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长成。啊，一生都是很快乐的帮助别人。啊，是别人占我们便宜，我们毫不在乎。啊，还感觉到很欣慰，为什么呢？我还有便宜给你占，我不错了。那就怕我没有便宜，你占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个思想不相同啊，啊，就快乐。啊，你诽谤我，你侮辱我，你陷害我，我都会很快乐。啊，这什么人？学了佛之后，哎呀，这你替我消业障啊！我这个业障这一生没有，前世有啊，生生世世累积的业障，很可怕。在这些地方就消掉了。
啊，随出逆境啊，随恶缘啊，恶缘就是这些人对我都不好啊，环境也不好，我怎么样相处呢？没有一点怨恨啊，绝对没有怨天尤人啊，没有这个念头，生感恩的心啊，遭到这个难了，好好反省，我有没有过失？有，要改。他提醒我了啊，我自己没有发现，他提醒我，我要改过。我感恩他，他提醒我。那如果没有呢，也感恩他。提高自己的警觉，不能做错事情。好的教育啊，好的老师啊，啊，人一生呢，能生在感恩的世界，你说多快乐？你说多幸福？没有恶念，没有恶行，没有恶言，啊，圣人能做到，古人能做到，哎，我这一生很幸运，也能做到，我能做到，你们诸位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啊，这不是求人的事情，求人很难，这求自己。啊，那么随顺境，环境好，周边都是好朋友，这个时候要警惕，不能有贪念的，因为贪嗔痴是三毒烦恼。逆境里面呢是断嗔恚，顺境里面是断贪爱，断愚痴。啊，永远保持什么清净平等觉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一切人与我都有恩德了。如果你不会呢，不会一切人都是冤仇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所以是佛境界，是魔境界，是在自己一念之间，与外面境界不相干。啊，你一念与性德相应，所有境界都是佛境界。啊，一念跟烦恼相应，跟习气相应的，那所有境界全是魔境界。啊，那跟你说真的，真的是无佛也无魔，那是讲真的。佛与魔是自己起心动念不一样啊，记住，与自信信德相应，佛境界现前；与烦恼习气相应，魔境界现前。啊，三途六道都是魔。这一句里面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向后通通我们会看到，在经文都看到，在这个地方是总数啊，为于利益众生故啊，佛菩萨为什么做这种实验实现呢？没有别的，利益众生啊，这个众生很大，遍法界虚空界啊，不只是法界，一切众生呢通通找不到了
我们在讲习里也常常说啊，慈悲遍法界，善意满娑婆，啊，希望我们同学共同勉励。啊，慈悲是真诚的爱心，清净的爱心，平等的爱心，智慧的爱心，大乘教里叫慈悲。啊，所以慈悲从哪来的？慈悲从真诚来的，从清净平等觉来的。啊，真诚是自信的本体，清净平等觉悟是自信的心得。这个爱心与性体性德相应，就叫做慈悲。啊，所以慈悲这个爱里头决定不起副作用。啊，真诚纯正的爱心啊，平等的，没有一个不爱。啊，那么你这种慈悲心生出来，说老实话，就是菩萨，就是佛。啊，凡夫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凡夫的心是轮回心。什么是轮回心呢？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这些轮回心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学了佛之后啊，知道了要常常去反省，常常去想想，我用什么心？如果是用轮回心呢，那就从思想、言行，你一切所作所为都叫轮回业。你造的是善的，有利于社会的，来生得福报，出不了六道。如果做的是不善的，损害别人的，那来生是三途。啊，感这种果报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清凉大师说了这个三句啊，就是一行一切大人法，住现恨等喜无余，位于利益众生故。他注解里头这个三句皆善思利行，慈心劝导等故。啊，善思利行抄里头有个注解啊，我们把它简单的念一念啊，善思有五啊。第一呢，与真实意义劝导有情啊，真实意义，真实意义是佛法了，是大乘法了啊。那我们今天一行一切大乘法，我们在一起华严经就是大乘，就是大乘法，华严经就是真实义啊。我们有缘呢 啊在网络啊，在卫星电视啊，我们一起学华严啊。
卫星电视里面有华严经，天天都播放，还有无量寿经，有地藏经，还有两种我没看，不，我记不清楚了。我听说每一天播出来的时候有五个科目，劝导一切有情众生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呢，于应时劝导，那像现在我们呢，这些年来非常认真努力劝导大家学弟子规、学感应篇、学十善业道，如果出家的人还要学上面律仪，这是什么？这应时，此时此地呀。如果我们要是疏忽了这个三个根或者四个根呢，这一生就白修了，这一生就空过了，那是很可惜，很可惜。第三个意思，与能行摄甚妙意劝导，甚是殊胜，妙是微妙，这个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用现在的话说，是把我自己修行所得殊胜的利益与大家分享，就这个意思。我学佛56年了，讲经49年了，我这56年修学，我得到些什么？给大众分享啊！最简单的告诉大家，180度的改变了命运，你们去念《了凡四训》，你们去看《于禁义工玉造神记》，现在都拍成电影了，我们这里有个光碟，诸位好好去看看，那就这两本书上所讲的，就是于能行摄甚妙意劝导。那我这一生修学的超过他们两个人太多太多了。那我在基础上就是投胎到这个世界来，我那个命运呢比他们两个人都差，差很远。可是我这一生修学的时候，那个殊胜超过他们太多太多。佛家讲三转法轮，这一条是做正转，我们自己做正面。还有许许多多人修行成就来做证明，像黄忠昌的往生，这也是属于能行摄甚妙意劝导，以身作则，做给我们看。只要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了，3年决定成就。做出来给你看嘛。第四，与有情柔软劝导。有情众生一定要懂得。有些人得看人的性格，
所以说恩威坚固啊，应该用严厉教他，要用严厉，应该有温柔的时候就要用温柔啊，一昧用这个严厉的，人心不服，其怨恨心，一昧用柔软的这个柔拳的时候也不行啊，要刚柔相济啊，你运用得很恰当啊，让一般人对你敬爱你又畏惧你，就是又怕你又喜欢你，你成功，特别是领导人啊。幕后与友情慈心劝导啊，这是总结，对一切众生决定要有慈悲心啊，没有不接受的，所以连蚊虫蚂蚁都接受啊，为什么呢？慈悲心就能感动他，鬼神能接受，树木花草能接受，是真诚的慈心啊，所以这也是善思利心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